嗰晚下你哋啊！你哋平時係點樣 keep 我？我未結婚又冇拍拖，揾咗錢都冇用啦。所以咧，我而家好努力 keep fit 啊！我希望咧就可以練到胸挺啲、飽滿啲。咁我識男仔好似依啲嘛。咁你兩個又唔使咁灰心嘅。你哋有冇聽過咧？最近有新出嘅豐胸技術，仲要係全港獨家嘅日本 SC 幹細胞豐胸療程。我自己做完成個療程之後咧，真係升咗兩個級。哇！犀利啊，差好多。帶埋我去啊！我想試啊！好啦好啦，帶你去啦，飲杯先啦。哎，好好。Cheers。之前同我講咧，話你試過好多豐胸公司都冇效，但係咧你又想個胸網落去咧豐滿啲，可以快啲識到男朋友啊嘛，所以今日咧我就特登帶你嚟呢個謝允琪豐胸專門店，感受一下乜嘢係真正有效嘅豐胸療程，仲講快啲行啦！我自小个胸又细又平，因为遗传同埋过度减肥，虽然身形系瘦咗，但系连带个胸都瘦埋一份啊！哇，真系大咗好多啊！你自己感觉点啊？其实咧，我本身对坊间嗰啲丰胸疗程咧都唔系好信噶，因为唔知佢哋用咩技术同埋材料啦，好似冇乜可信性咁，所以啱啱真系有少少紧张嘅。唔使紧张，你而家做紧呢个咧系 SC 干细胞丰胸疗程，咁系谢允琪小姐咧同埋呢个日本东京大学，再加埋呢一个41年嘅名厂 ECM 株式会社一齐研发噶，咁所以咧系好有效同埋好安全。老实讲啦，短短45分钟咧，即刻做到胀大嘅效果咧，我真系觉得好神奇咯。系咧，所以咧我都好戥你开心啊！你继续 keep 住做咧，就会好似我个胸一样咧咁饱满咁坚挺噶啦。多谢你打理啊！唔使客气，好快识到男朋友噶啦。